头一年要收到幸运啊，要来收到买来啊，因为啊，袂当坚持个买入哈，叫做不久观。来看麦啊，一曰不恒其德，或成之修；自胜曰人而无恒，不可以做无义。那我没有恒心，怎么去当无义啊？子是曰：苟不自得，自道不宁焉。假如我们不是用自得的心用心，这道怎么会有泥成的意义？就是要有恒常的心，好。孟子曰：“生子生道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地也。”颜渡子曰：“学权争者，得失略之门径，而不知竹节四条；知神气相依，而不知千拱交构；知千拱交构，而不知性命混合。望以火候，进退不知，此皆无成啊！”那位修人，你这金丹的话，那个九节玄功要看得很清楚哈。无火怎么来运用？水文火怎么来用？这个每一个都要去看得很清楚。要闭关的话，那个九节玄功啊，一本哦，要参透透一点。参透的话，你去闭关你还有用；不然的话，你练的时候真的起什么征兆的话，你就不知道。如果我在，我要给你们讲一下；如果不在的话，你那个正在练火的时候要起阳啊，你怕怕的。怕我又怎么要去练？练我练到脸部来的时候，那个气很强啊！啊，你又怕什么？脑中风，又怕什么？脑震荡，又怕什么？我是不是会怎么样？一怕的话，整个气就没有了，你丹就练不成了。修炼丹的话，哈，要抱必死之心，练起来的时候要心念瑶池金母，然后呢，一心勇猛的去练，啊，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去练成。所以这个都有关卡的哈。望你火候，进退不知，此皆无成。古今曰：言语不通，非眷属。如果你言语也不通，你怎么去神仙眷属啊？哦，功夫不到就不达方圆。如果你修行，你功夫不到的话，就不能达到方圆。此皆言修真立德，必须有长久的志向。夫修真之道，穷理尽性，致命之学也。穷理必穷之于无一毫有疑问，无一毫不知道。这叫做大彻大悟啊！知之真，见了就真，而理死明矣。尽心必须尽其无一点气质，无一点私欲，方能空空洞洞，明不昧，暗不明，而信死尽矣。所以致命呢，必至于洒脱离阴阳，跳出五行，方为功利西化，不动不摇，自由自端，而命死利矣。然穷理尽性致命之事，非一朝一夕之功，必要立长久之志，行长久之功，方能明得理，尽得性，自得命，处于造化之中，而不为造化所拘。特以经久不易之大事，必须经久不起之大功而方成。以往的群真啊，哪个不是立长久之志，用长久之功而成者？事关世间小巧技艺，也必须要专心致志，听师指教，多年功夫才可以得心应手，因才而造作。况此性命大事，岂无恒心所能知啊？所以要修到老师几岁修行啊？26岁啊，26岁到27岁。这阵我修到。哦，27岁中间，就去三老山，到28岁，啊，去到叫德南，27岁，只有去德南，德南水域等，这28岁，啊，再去北投水域等，这德南水域等，在坐禅修行啊，那么做工业，按人大工去练哈，29岁，28岁到29岁。去三老山住了多少？住一年半，29岁才回来，27到29这种的，差不多也是28、29啊，然后29到30之后才回来台北。现在61岁
35年41岁第一遍闭关，100空未工；44岁第二遍闭关，100空未工；47岁闭关，100空未工；55岁、56岁闭关第四遍，100空未工；58岁闭关，57岁闭关，100空未工。啊，搁锻炼哇！修行拢时间偌久，拢放喺修行内底。拢放下啊！有做是有啊，嘛是爱赚钱啊，赚钱有用有用，爱饲鸡啊，饲囡啊。安尼奔波到即卖60几，拢到30几年。这修道是很久之事，到3年前，某人才叫我娘子去办全真，办全真行动，才钢筋开始钢筋摔二。我母就指令不好啊，很清楚是指令不好啊，讲我阁无够，无够第27岁迄阵，第五遍闭关，汶川大地震一年，出关了，母就讲转经前拢开始开班，开班到即满3年啊，对吧？啊，才有认真到办全真心中道子班，这整个都无法开的，无啊，金银金嘛，干嘛我阁无够？修行哦，很久之事啊！我住嘛，我较无住；我钱嘛，我较无钱。金银金嘛呢？啊，我从上早去沙山去修行的，某家单调。伊讲，阮伫车顶讲某家单调的中间哦，阮太太离开目屎淋的，讲我要修行，目屎淋的迄阵，讲真歹势，不如我时间到啊，我爱修行啊。啊，囡仔一岁话，啊，一查某囝，才8个月啊，尔。啊！阮伫家庭工作的中间哦，大家讲请袂做师傅无简单，伊毋是人，伊讲一般人也挡会牢。讲阿妹收银，都是什么两个囡仔等的，讲要收银啊，啊，佫无啥钱。阮伫工作的中间讲无简单，安尼去食苦出来呢？佮收银哪好简单，三句两句就要收银，是提心用出来，去拼出来，就一世人去拼出来，因为你要天天做神仙。所以天天做神仙，你啊几百年伫天顶呢？啊，台北做神仙，台湾去得神仙就好啊！是用一辈子的功夫去把它打造出来的一个境界，所以这个叫长久之志。啊、哦，所以我还是后来呢，女娃就不能叫我回来。我为着我要闭关的中间哦，阮老爸老母拼去沙头山去，讲后尾把我救出来，讲那这少年某娶到囡仔生，可以走去沙头山去，让我锻炼哇，那会使。啊，阮太太足可怜的呀，囡仔出来回去厝里讲，给阮爸母听，足艰苦的呀。阮老爸老母要我带回，阮大哥要我带回。无就讲一句话，你这囝教好啊，啊，保证以后我害你。以后就知你这囝唔是一般人，唔是一般人，我绝对来保证。你先照啊，你会相信我西头山下一堂母女未？阮爸爸妈妈讲好，西头山下一堂母女，你既然来讲，阮囝教好伊。我年半了，我叫我回来，开始来吃社会滚开滚到尾啊，来去闭关地徛呢。我无迄一年半的这功夫哦，在西头山住一年半，我即摆中途吼，无可就倒落啊，天魔唔帮我煞啊。迄内底的艰苦吼，无法去经营金嘛。咱的因果业障哦，累世因果业障都要去害个掉，这话艰苦的呀。所以。假如没有持久的话，今天就完蛋了。只要懦弱的话，也不能过关的。所以奉劝大家哈，修行只有一个念头，不成道我死不方休，就这样的念头而已啊。所以我就一个念头啊，我今世一定要去成就。今世不成就，对不起我老婆了，我对不起那么多人跟着我，然后在受苦受难那些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就碰到这个道文这个道啊，朝闻道戏可以，借德尔摩通的一般玩一玩，要用心用在心性上去下功夫，每天在工作上都离不开道，每天跟同事之间也离不开道，跟夫妻相处也离不了道。如果你每天都在道里头在下你的功夫，念每个念头都在下功夫，你今天要成就就很快。好，所以奉劝大家。一定要很精进很努力哈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。所以呢，世间糊涂学人不知什么是合理，学一些
着空直向的事物，着空也不对，直向也不对，所谓着空就是我去深山里面，我都不爱离开人群了，我到深山去了，直空了，要是我怎么我都放掉，没怕断掉，我来山顶，我来出家去好了啦，没怕买掉，我去出家，我要得到，有可能得到吗？不可能，你无怕等下断掉，你让断掉，你没有，那是短暂时间可以休息，然后回来还要在人间里头去完成哈、所以你不能直空，所以呢也不能直向，这个极为明理，不知信是何信，或迷信在天，信在这个什么啊？信在这个地方啊？这个囡仔就叫信哪有哦？叫聪明哟。信在这个地方啊、神存在头上，这叫做修信啊，不知道命是何命，说你在丹田气海立定下缘就是修命，这时候都不对。他有说信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说命就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这个地方，他说像这种想法都不对。或你命在丹田气海立定下缘即为修命，以此为信为命，妄想要超脱，不一计不死，如缘木求鱼啊！你不求你今天你怎么知道信在哪里？丹什么叫丹？炼丹的丹，丹就是炼你的元神。人人都有元神，都有信啊。这个元神是母娘给我们这个元神啊，人人都有啊。这个丹是叫你找到那个信而已啊。您见信，见到你那个信光啊，元神的信光，本来人人具有啊，才需要去修炼。修炼把那个习气气化，把它化掉啊、所以丹并不是说我习气化掉要解丹吗？我这丹是几粒看得到的，那修什么丹？那这丹哪有颜色的？灰白灰青也没有颜色啊。所以说修行要去穷理尽性，你才知道说修行要怎样来修。所以呢，神存头上则为修性，不是命是何命？或你在丹田气海立定下缘即为修命，以此为性为命，这妄想超脱。一计不是如缘木求鱼，涅木生花有何时机？什么叫涅木生花？把酒啊呢，你要接到伊哦，哦，看看阿台这花啊呢，知道空中花了，空中有花哈、这怎么去了解什么叫性命？性命这个两个字呢？你以性命却不能知，而你要怎样去成仙呢、既有一两个学人分得邪正，辨得了是非，又想妄想速得到速成班。啊，老师啊，修得入速成班不？一步登天的速成班没有啦，哪有速成班？我说嘛，我也不三十几年哦，哪有速成班？脚踏实地班啊，一朝一夕脚踏实地班，没有一个速成班的啊。所以要讲啊，如果说有什么急欲见效，日久懈怠，没有长久的心，少坚固的念头。忽进又忽退，忽行又忽止，方欲向前却又缩后，虚玄虚不实，恍惚不定，如此等类，怎能见得唐奥真悟啊？无倦真心学道者，速将不久关卡要打破，打通立长久的志向，下永久的功夫，莫要三心二意半途而废，越久就越有力量，越难就越苦。终究都有得意之时，否则死情中待，言行不顾，妄想闻道难矣。那叫道子班了，我叫道子班就要打十个月道子班了，这就二三个争执哦，这是看你们的毅力哦。很多修到一半哦，哦好啊，我有啊，道子、啊、我白来啊，我很多这样的也不精进了。他能成就，他不能成就，他即使只得到天人界，有时候还。成名下去也有，可是道子班给人没有保证，保证在保证在你的心，你的自己的心性才是你的保证班，懂吗？那是一个鼓励你，啊，所以不要有的拿个凭证，啊，拿个什么老师给我拿道子班的，然后忘记了修行大师，那也没有用啊，好，再看一下这个，我们讲一句话：若非一番寒彻骨，怎能铺得什么？梅花香哈，假如你今天不是淬炼过来的，你怎么去得到梅花香？啊、哦，这要很用心。好，第28个看暴气观。